行，那给我大学同学录一个像吧。然后给你一个勺，我告诉你这个怎么烤啊？就这个呢，你看这不是这种状态了吗？对吧？你看它为了避免让它着，给它挪到一边去，然后拿勺和拢。这里边现在是什么？就是那个蟹味增啊。啊，它怎么这个颜色？那就是这颜色，它是蟹，就是蟹的精华都在这里面。但是呢，我在这说一句，就是螃蟹它是吃腐肉的动物，所以说一定要把它给弄熟了，否则这里面多少还是有寄生虫。那我看有的地方它还吃那个刺身。那个可能没什么事儿，就是它肯定处理过了嘛，对吧？所以说这种就这样转，就这样转转转转转，把面积给弄大一些。我都全你拍吧，我会把它都录下来。那说什么时候就能行呢？一定是就是它冒油，冒油然后咕噜咕噜咕噜那种状态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当然我刚才说什么寄生虫这那的可能说的有点邪乎哈、啊、要真是说那样的话人就卖不出去了嘛，对吧？它咕噜咕噜会就起泡泡啊，对，然后油会出来，油会浮出来。咸鸭蛋吃过吧？就那感觉。先待一会儿。这种状态就油油就有点出来了。嗯，你那边火可能嗯。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这是冰水，日本就这样，就一上来就上冰水。你习惯这个吗？我也没问题。啊，是吗？我也没问题。干一下吧，阿姨。这边好像比你那边要开的。然后你为了避免它把你的壳给烧空了，所以说注意要。你看，比如说我自己来，我都不知道这些，它也不管。然后我说店员会帮着看着。
啊，不管啊，你想什么呢？但是我要一个人都没法来试啊。除非你懂这些东西。对啊。要不然我前两天没有来过正确。啊。那你前两天怎么解决的饭啊？就点个套餐啊什么的，就定时对吗？啊、对。而且前两天去的那些地儿还是就是人比较多嘛，我感觉稍微看着好吃一点的地方预约都要排大队、其实说句实话就预约那些东西啊未必就好吃到哪儿去，因为昨天我同学也来了，齁贵齁贵，然后呢也就那么回事儿。你可录着像呢？没事，我就给他们听了，我就啊，好漂亮啊。啊，差不多了，嗯，差不多了。你平常自己做饭是吧？嗯，周末自己做。啊，那你做饭经验比我多，那。但是这种我也不会呀。嗯，可以了，这么新鲜的。嗯，这人不能是加下来是吗？嗯，对，这个，对你先你加你自己的就行了。你加的时候注意啊。我感觉会翻车呀。慢慢来就行。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就是放在那块然后吃饭之前会说该说什么知道吧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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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是好东西。你让你刚拍着你先吃，你先吃你的吧。就是稍微有点咸，就是很鲜的。这是你点的烤鳗鱼，哎，昨天我朋友他也点烤鳗鱼了，他不是在这儿点的。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明白了吧？明白了吧？明白了吧？这烤交给你了啊。我不要。这有什么呀？你这你。哦，这个你用吧，你把这个拿你那边去，你把这个拿你那边去，你把这个挪开吧。哎，也是啊，干嘛呢？给我吧。他之所以这么着扣着，你看，你看，你看这边，这边是一个眼儿，对吧？他把这个翻过来吧。他不，他是把这个水给蒸出去。要把这水给蒸出去，然后就熟了嘛。明白了吧？要把水给蒸出去。就这么着吧。我同学昨天也点那个鳗鱼了，他点的鳗鱼套餐。他说在河滨不知道哪儿吃的，然后他说什么呢？说点一个两千九百多的一个鳗鱼饭，就觉得那有点腥。那点了一个五千九百多的，哎，那个就不行。
这个我也就感受这一次，不行，还是多了点不舒服。我们有这个病吗？可以知道是。那下一个是这一次吗？啊，那个都在吗？啊，那个都在吗？这个在吗？这个和这个是配一块的啊。这个他给你什么，你随便配吧。这还有什么呀？这是什么？什么？这你闻一下吧。生姜。什么椒啊？三，那就是山椒。它这芥末很好吃，你可以配啊，你愿意配配，你也可以不配。我有单杯吃芥末的这个习惯。不辣吗？哎，这个芥末你单独尝一下，还挺好吃的。嗯。谢谢。你还没见到，就是说把鱼给宰了，鱼还活着呢。说实话哈，我见过一次，然后就是好多年前，那个国内有一个日料店，他也是那么弄的啊，就是上来的时候那个鱼还在动啊，我就是还受刺激了。这边会都是吃什么呀？有，那个我就见过一次。哦哦，我吃过一回。它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呀，左口鱼，就扁的，然后两只眼睛长一边的那鱼，然后呢就是头和尾巴还保留，中间那一块给定了，定了之后哒哒哒哒哒给你切成片，然后摆盘的时候呢是一个船呢，然后把它放在那船上，它骨头那一块上面放上冰上面放它的肉，然后它那个嘴还一张一张的，然后尾巴还在动啊，就是反正这个怎么说呢，就那样吧啊，就那样吧。你觉得好吃吗？腥吗？腥哪不腥？我感觉，就这一天吃这边的饭都觉得挺咸的。也可能平时我们这还真挺好吃的。嗯，味道还是挺好的。我靠！我同学昨天花了快3000日元了，吃的鱼他说腥，等花到5000多的时候他说不腥。
已经不动了，已经。嗯，不至于，不至于，大自然的恩惠，大自然的恩惠。你没看那野生动物，它吃牛啊、羊啊什么的，是吧？话是那么，可能老北京没，可能老北京没有那文化哈、啊。但是中国南方的那些中国朋友，他们还，你跟他们学学啊。我认为他们还是很值得学习的。呵呵，这个虾头你吃吗？一般情况下。虾头不太吃，虾头可以吃吗？这个可以吃。但是做一小锅，然后就啊，直接都能吃。嗯，很脆。虾很好吃啊，水就很干净，所以说就没有那么多腥味儿。然后这芥末很好吃，哎呦，这芥末白口吃真的很好吃啊。甜，嗯，对，甜不唧儿的，而且很香，嗯，我很喜欢这个。这个花能吃，这花能吃，所有这些东西都能食用，这花都可以吃的。那你平时咋补充啊？就便当啊，我每天早上喝蔬菜汁儿。喝蔬菜汁儿能行吗？哦，就这么过来的，行。这个应该可以了吗？我那个应该还在动啊。哪儿看出来动的呀？那是你碰的。すいません。お願いします。あ、大丈夫です。これ大丈夫ですよね。これもう食べられますね。これ。なるほど。都能吃，都能吃，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これ全部食べられますね。そうですね。一番のとこまで。ここのとこだけくちばしがあるの、口があるので。口？口があるんです。歯があります。はい、歯あります。哦，他说就是嘴巴那一块可能有牙齿，你注意一下。这个很好吃啊！これ結構美味しいですね。これ。そうですね。肝は美味しい。無理する。あ、なんでグリーンですかって。あ、これあのニガダマって言ってちょっと。あ、種類のこと。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あの。あ、種類だね。海の色とかがついちゃってる、海藻の色とかがついちゃってる。有的时候就是海水的颜色啊，它会。不行，那个我拒绝了。那你吃我这个吧，你吃这个吧。この子たちが食べてるものによって色の付き方が変わってきちゃう。他说就是这个鲍鱼跟他吃的食物的种类，它会导致它就是有的时候颜色会有变化。
没事，这个你弄一点，你尝一下。もう大体でいいですよ。大体でいいですよ。アワビが結構歯ごたえがあるんで、ちょっと切るの大変なんですね。うん、大体でいいです。切らなくてもいいじゃん。本当ですか？大丈夫ですか？うん、切らなくていいですよ。今ちょっと切ったら、そこにバター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を乗せるので。じゃこれも食べられますね、これ。あ、もうちょっとですね。もうちょっと。ここがもう少しまだ透明なので、これが完全にこんぐらい白くなれば食べられる。これですね、くちばし。こっちの職場で聞きました。これが口ですね。あ、これ。はい。ここは硬くて食べれない。あ、これは歯ですか。お、すごい。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そう、だって職人っていうか、肝だけ横に寄せ食べてもらえる。全然伝わってなくて。え？これ基本これも、もう大丈夫ですね。はい、ではこの今目で目でそれがなかったんだよね。責任職の余裕なんて、まず第一に情報がもらえるかどうか。あ、もう少しですか。ごっつぁんも知ってる？はい。二層だよ。こっちはいる調整がある。何も決められない。これ歯、うん、この牙齿有点硬硬的。有。これも大丈夫ですね。こっちは大丈夫。
ちょっとこれ食べられますね、これ。はい、この2つは食べられます。こっちのちょっとくちばしは食べれない。你试一下这个。不要，不是。不是，这有，你吃一点不行吗？你就吃一点不行吗？你掐一点。我要先吃正常。你吃去吧。嗯，好嫩。嗯，还挺好吃的。拿出来，然后之后往那方面撒。其实你也不需要用佐料吧？也可以。这都能吃，你都吃了吧？这块也能吃吗？能吃啊。我感觉要是……我都吃好几回了。要是我自己吃的话，肯定把这块给掐掉。这个很好吃啊。不行，我心里不能接受。不是这个，你来吧。这什么味儿都没有，很好吃啊。这也是一种鱼啊，你这也是一种鱼，哈哈。不好意思啊，我这人我接受了，我这人文化素养比较低啊。你问我这些鱼的名字，哎呀，难为我了。我就知道这写上面写的是萨蒙，因为平常我是不太讲究吃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有很多你怎么翻译，我真不会。有讲究吃的他们会。これも大丈夫ですね。なんでずっとドロドロですか。これ大丈夫ですか。この。はい、大丈夫なんですけど、ちょっと今置いてる場所が火が弱かったんで、時間がちょっとかかってる。はい。あ？我那边火不行。啊，对，对，他就是这么说的。行，你吃一下这个吧。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吃一下这个吧。啊，这个算是最后了，这个我就可以把这放下了。这个是，哦，这个很好吃的，对。什么意思？不吃啊？平时不吃姜。为什么呀？是觉得姜的味道。这个姜，日本的姜和中国的姜。但是，我吃一口。你吃一口。这很好吃啊。不要是吧？还是有姜味。哦，姜味不喜欢。那行，那你终于能理解我不能吃撒巴的原因了。但是我觉得我多数时候还是不太，就是
都能吃，除了某一些那个，就比如说香菜不吃，哦，姜不吃。我香菜我很喜欢啊。是吗？嗯。看最近还出了什么香菜味的拉面，然后各种香菜味的披萨，太可怕了。这个叶子是能吃的，能啊能啊能啊，要不我给你吃一个，不是就这叶子吗？是紫苏叶是吧？是什么叶子我不知道，反正肯定能吃。对对对，还行吗？这叶子我吃完了还行，我觉得挺好吃的。然后这柠檬平常你怎么处理？我平常就白口吃。那你白口吃吧。我都吃了一片了已经。行，你赶紧进去吧。你几点？是那个8:07吗？快走吧，拜拜。慢走啊。